六零四解题说明。首先打开练习档案 WPD 零六之一。好，接着在邮件里面选取收件，使用现有清单 C 里面 WPD 零六之二。好，打开以后编辑收件子清单，筛选，按照提议。特价小于500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第二小题，依序插入商品原价、特价、期间。第三小题，商品栏位格式。14PT 标楷体粗体原价双删除线特价粗斜体 20PT 而瑞尔期间深蓝色。第四小题，我们把第一个储存格呢移到左下方，选取，按 Ctrl+C， 好 ，Ctrl+V， 在商品前面，按照题目插入 Next Record， 它的格式。Next record 这个格式呢要跟商品的格式一样，14PT 标楷体粗体。好，接着我们把第二个储存格选取，按 Ctrl+C， 好，分别贴在往后的所有储存格里面。好，按住 Shift， 选完以后按 Ctrl+V， 全部贴上。第五小题完成以后，把主文件另存新档 WPA 零六之一，接着再完成合并列印，邮件完成合并列印，编辑个别文件。全部好，看一下完成，再另存新档 WPA 零六之二。好，解题完毕，评分。